大家好，我是热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1月2号、3号、4号，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跟礼拜一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鱼座，出门去游玩呢，然后开心很快乐的一个周末。第二个呢是巨蟹座，一样吃喝玩乐哈，然后跟朋友呢、跟家人聚在一起很开心。如果你有做投资，投资的运气很好。第三个呢是摩羯座，工作的部分呢、工作方面呢都很积极努力哦。那周末搞不好还在加班哦，还在写案子，心想事成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蝎座，有一点点太过冲动啊，那当心跟你身边的人呢有一些冲突。第二个呢是水瓶座，人际方面呢有一些纷纷扰扰的事情，然后呢让你觉得有一点不太开心哦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米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蓝色，数字是7；水象星座朋友是黄色，数字是4；土象星座朋友是绿色，数字是8。